您知道吗？世界第二大的宗教是伊斯兰教，公认为世界增长最快的宗教。早在2019年时，它的信徒就已抵达8亿，拥有着超过16亿人口，大约是地球的1/4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就是信仰于伊斯兰教，也不是所有的回教徒一定是在中东地区或是西亚地区的。所以现在您终于知道了吧？宗教是不分文化背景、语言，还有种族，甚至是你我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